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大爱一线观》。我们给大家介绍一位浪漫诗人啊，这位是英国的这个诗人啊，叫济慈啊，是所谓的浪漫主义里面的一个代表。那么他可以看到他这个长相确实仪表不凡呢、啊，眼光炯炯有神呢、啊。那么下笔啊，尤其是歌颂生命的一个美丽啊，这个热爱生命啊，歌颂生命的一些美的一些事物啊，在他的一个诗词上面呢、啊，都可以展现出来。可是他的一个生命啊，确实啊，让人家觉得非常惋惜啊，25岁啊就过世啊。所以，假如能够更长一点的话，为人类的文学资产呢、啊，一定留下更多的一个保障啊。譬如说，他写了一首诗啊，叫做 "When I have fears"， 就是说，当我感到害怕的时候啊，每当我害怕的时候，他写的是说，当我害怕生命将忽然停止啊，那在我的笔收集完我澎湃的思绪之前呢、啊，生命就停止了。在高高叠起的书本像谷仓一样啊，用文字啊将成熟的谷子收藏起来之前啊，这其中前面的部分而已。你看看这种他觉得说这个他很害怕，害怕什么？当他还没有把这么美好的事情啊，澎湃的一些思绪啊，用文字把它呈现出来，很害怕把这些这么美好的东西啊，就好像那个谷子一样啊，它已经成熟，我们要用文字把它收藏起来。但是、啊、他就不得不离开这个人间了，这是他害怕的事情啊。确实啊，后来就发生这样的事情啊。他后来又写着哈，他因为害怕这些事情啊，于是我独自站在广大世界的边缘沉思啊，直到爱情、生命和微妙的事物都沉默在虚无里啊。很多事情啊，事物他都可以放开，这个爱情、生命啊，都在这个缥缈的这些地方，在那个地方他独自沉思以后，这些东西似乎不是那么重要。是啊，诗人也是可以写的蛮洒脱的状况。实际生命他是不是真的这么洒脱呢？爱情那些都可以抛开呢？事实上他也有一个蛮动人的一个爱情故事啊。大家刚刚我们提到他25岁就去世了，是在他年轻的时候啊，那么也遇到一个女子啊，叫芬娜，那么也论及婚嫁，也有婚约的一个状况啊。可是最后他解除婚约啊，他解除婚约要跟这个女生啊好像断绝关系啊。他对她失去了那份爱吗？这个移情别恋吗？劈腿吗？不是。主要的理由啊是什么样的状况？他对她那份爱事实上是蛮存在的。他说啊，死是我能忍受的，但我实不忍离开你啊。所以对他那一份的一个款款深情啊，还是依然在啊。可是他为了这个女生啊，他痛，非常沉痛的要解除婚约啊。为什么要解除婚约？因为他生病了。他生什么病啊？他在照顾他弟弟的一个过程中生病了，他弟弟结核病，肺结核。所以他在照顾他弟弟的过程中，自己也染上这个结核病。然后他看到他弟弟那样的一个状况的时候，他知道他的一个生命啊即将走上这样尽头的时候，他不忍心拖累了另外一个年轻的女子啊。万一他也跟着感染，或者他死掉以后，哎，这个女生要将来的一个未来怎么办的一个状况之下，他忍痛希望跟他解除婚约啊。所以真的是浪漫诗人啊，让人家非常非常的心痛，这样的一个感觉啊，也不舍得这个感觉啊。那这个芬娜到底，最后的抉择是怎么样子啊？拿下那个解除婚约的一个这个纸以后啊，文字以后啊，就离开了这个济慈吗？不是，他持续的又陪着他，直到他去世为止啊，也陪着他到意大利啊。那时候治疗结核病有什么药？没有什么药啊，阳光、空气、水啊，心情变好一点了、啊，就这样子啊。有些当然有可能痊愈，绝大多数啊，事实上就不太可能啊，得到很好的控制啊。于是，在他意大利，他也没得到好的一个结果，这个治疗上的一个改善，25岁就去世了，所以是非常非常令人惋惜的这样的一个事情啊。不过他留下许许多多那么动人的一个诗篇啊。所以结核病啊，这个不是那么遥远的一个记忆而已，现在每年在台湾还是层出不穷的。我们可以碰得到这样的一个个案，而且啊，这个变化越来越，这个好像变化万千啊，难以捉摸的情形啊。譬如说，有个病人啊，来到医院的一个状况是什么？肚子不舒服，肚子痛，这个肚子痛啊。然后啊，我们给他做一个检查的时候，看到这个
腹部的 X 光片的话，我们可以看得到没有什么特别啊。这个胸可以看到这个阴影啊，这个基本上是在大肠里面的影子啊，所以肠子也没有什么阻塞的一个状况啊，隐约之间我们读不出很明显的有什么特别的一个变化。这个病人临床上除了肚子痛不舒服以外，还有有些血尿的一个状况，就是小便里面有血的一个状况啊，小便解血尿稍微有点痛，但是痛也不是说太厉害，会有点不舒服的那样的一个感觉啊。所以到底是肠胃系统所引起来的一个问题，还是泌尿系统所引起来的问题呢？这个让人家非常摸不着头绪啊。这时候其实对医师讲起来还是压力蛮大的，一定要找到他的一个病因啊，我们才有办法对症下药。不然肚子痛你只给他打止痛的药物解决不了问题，他持续还是会发生啊。那这个病人肺部有没有感染的迹象呢？我们看一下他的胸部 X 光片啊，胸部 X 光片啊看起来没有任何觉得有问题的这样的一个，譬如说如果有感染肺炎的话，有一片白白的情形啊，或者是有结核病的时候，这个尤其是右上肺叶的这个地方啊，会有这些也一样有一些空洞或者是肺炎的一个状况会产生出来，看起来两边的一个状况也都蛮正常的一个情形啊，也没有说明显的有一些咳嗽啊，痰很多的这个情形啊，所以也不会说临床上就让我们想到这个有结核病的一个可能性啊，肺结核的可能性几乎是已经没有，因为胸部 X 光片我们就看不出这样的一个状况啊。所以啊，这个因为肚子的这个方面的一个问题啊，然后这个泌尿系统的问题，所以还是比较集中我们的一个诊断的一个聚焦在这两个系统上面，看能不能查出它的原因在哪里啊。那给他做肚子的这个电脑断层的一个检查，可以看得到这个是前面肚皮的这个地方，这是后面的地方啊，然后这个是脊椎骨的地方，背后的肌肉的地方，这是肾脏的这个地方。可以看到肚子里面的奇怪，这个地方啊，就是我们肠子啊，像这样子是我们的肠子小肠的一个情形啊，这个有一些聚集的一个东西啊，好像东西啊，肠子啊粘在互相靠近在这个地方，形成一团这样的一个组织啊，在这个地方啊，所以感觉上怪怪的，这个临床上那个地方摸起来局部稍微有点疼痛的这个情形啊，所以让这个一般外科的医师啊也觉得那里是不是问题的一个所在啊，是有可能。那给他做这个泌尿系统的一个检查，可以看得到这个是啊打上显影剂以后，从血管里面打显影剂以后，这个会在肾脏这个地方我们处理那个显影剂啊，所以给它浓缩排出来以后，可以经过这样的一个肾脏肾盂这个输尿管出来。那我们再稍微把它整个成像出来的时候给大家看一下，这是正常肾脏把这样尿液做处理以后，这个输尿管排到我们膀胱去的一个状况，正常的情形是这样子啊，这个输尿管是蛮平顺的，从肾脏这个地方肾盂这个地方往底下到膀胱。可是大家可以看到，这是肾脏的位置，这是肾盂的位置啊，这个输尿管怎么有点扭曲的感觉啊，并不是很平整的，理论上是应该这样平平的这样过来，不是平整的这个情形啊。所以啊，基本上就是那个不平整的位置，就跟我们刚刚看到小肠啊在那边聚集的那个情形是同样的一个位置啊，所以这个时候大家还是觉得那个还是感染最有可能的地方。这时候有没有想到结核病？没有，开进去，我们可以看得到局部这个地方啊，肠子完全粘连在一起啊，有一些小颗的结节在这个地方啊，然后我们给它做切片的一个检查，才证明说这个是结核菌的一个感染啊。放大成一千倍的时候才勉强可以看到它的一个踪迹啊，所以啊，结核病千变万化，跟济慈那个时代肺结核的一个变化差别很大，所以要更加的一个小心啊。不过济慈那个时代啊，我们从他诗里面还是要让我们沉思一下，是不是让这个虚名啊真的沉没在虚无里面呢？感恩的收看，我们再会。